我今日去见了帝承恩，看见了他写的字，和八岁时的笔锋极为相似。早已成人的紫渊为何还会是幼时笔力毫无见长？殿下十年惦念，能够寻得帝子渊，安乐也为殿下高兴。雅安乐，你真的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除夕夜，帝承恩位。我相信你跟我一样，都不希望子渊出事。帝家八万将士的冤魂，你们韩家欠他们一个公道。先够了。什么？钟海入京了？都给我出动，务必找出钟海。以多欺少，不懂规矩。今天倒要看看，你们谁敢在我面前带走他？晚宴开始吧。天快亮了，我们的时机也要到了。那把火是时候要浇灭了。看来一心复仇的任安乐可算回来了。陛下只赐了你刀鞘，却没有刀。我猜陛下的意思应该是说想让安乐收一收锋芒，对吧？你若敛起锋芒，就不是天上地下独一个的任安乐了。你们宫里头的人说话总是弯弯绕绕的。朕的太子正不想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。